彰化地区旧称半县，原为平埔族半县社居住范围，清领时期改称彰化，有彰显黄化之意。彰化位于台湾中部地区广大西部平原，土地肥沃，靠山临海的优势，清代期间吸引大量福建一带汉民前来开垦或进商，稻米产量丰富，有台湾米仓之称。彰化市区内留有相当多历史文化古迹，见证先民勤勉开垦、守卫乡土、艰辛奋斗过程。搭乘火车来到彰化市区是不错的选择。火车站距离各古迹景点不远，彰化市区的 U-Bike 租任据点也相当普遍便利。这几年市区也有许多文创相关景点吸引游客前来。以一天时间，轻装微旅行彰化市区，探访古都风采与美食；或以两天时间走入巷弄，深度体验历史在这座古城所留下的合影。彰化南寮宫主祀天上圣母妈祖，又称为彰化妈，香火鼎盛，是中部地方民众信仰中心之一。南寮宫寺庙建筑融合闽南、日式、西洋、巴洛克风格，庙内木雕、交趾陶烧等，更是汇集雕刻名家创作，可说是一座寺庙艺术宝库。彰化市寺庙古迹相当多，还有供奉玉皇大帝的元清观，设立于清雍正时期的孔庙、圣王庙等等寺庙古迹。其中位于中华路上的彰义开化寺，在彰化人大多称作观音亭，自雍正二年由首任彰化县知县谭金正创建，主要供奉观世音菩萨，由彰化第一间寺庙之说。寺庙内多面匾额以及历史文物被指定为第三级古迹。非常特别的，寺庙内供奉全台少见的斗公斗婆，民众会带着化妆品、鲜花等物品来祭拜斗公斗婆，祈求皮肤美白健康，受到许多年轻信众喜爱。这斗公斗婆的由来是什么？公道婆，我早讲是中华医生啦。你讲咱是咱中华，你讲医病医天花有，而且你讲这些讲医好，不要人讲啊，学晒学晒就知啊。咱大人啊，中华只一间有这道公道婆尔。是啊，加特殊啊。我这边都网络下来，只讲后尾美容啊，要水爱水的来吃。哎，还有生条啊。来拜这种有拜有保庇，啊来拜拜拜较水安尼来着。位于斗公斗婆的另一侧，供奉祝生娘娘，有信众会前来祭拜，或是求子花，求男娶白花，求女娶红花，或是祈求庇佑家中小孩平安健康长大。神桌旁摆放铲子，民间习俗动土后置铲子，置放于夫妻床底，有助于受孕；放正面有助于生男，放背面有助于生女。庙方也准备小巧精美的金铲子，满足信众祈求早生贵子心愿。位于开化寺附近的彰义城隍庙，为台湾官制体系寺庙，是一座守护彰化县城快300年历史的官制城隍庙，主祀仁爱侯城隍尊神，陪祀各神将、文武判官、18司爷，神像庄严肃穆，神龛木雕精致华丽，所立之景宇也深具教化人心，提醒众生诸恶莫作，是彰化地区主要信仰中心之一。位于二楼祝生娘娘旁，祭祀义祖姑娘刘满姑。清代期间，刘满姑的父亲刘亨基在台湾为官。清乾隆51年，林爽文事件中家族遇难，当时年仅17岁的刘满姑以死为志，挺身抗暴。福康安及福建巡抚徐世珍联名上奏，禀明刘满姑训练细节，乾隆皇帝同意奏请，并给予幽府与金表，是清代贞节烈女代表人物之一。
现在已融入台湾这片土地，成为守护地方的神尊。城隍庙旁这座马祖名店已经营数十年，深受在地民众及游客喜爱。这个摩奇是什么口味的？啊？这是什么口味的？是两排肉的，一排红豆，一排花生，这个组合最多人买。有肉的也有，内馅有肉的也有。对，我们出名就是姜麻鸡。姜麻鸡的。来到彰化市区旅游，也想品尝当地特色小吃美食。据说彰化美食有三宝：肉圆、猫鼠面与控肉。这家肉圆店我很久以前有来吃过，在地人或是外地游客熟知的名店。肉圆内馅饱满肉块，和香嫩的香菇让我印象深刻。猫鼠面就是蛋仔面，一样的面。好，那为什么叫猫鼠？第一代老板的绰号。哦，原来是第一代老板的绰号。这个就是猫鼠面，这个就是蛋仔面，这样够了。这彰化有三宝：肉圆、猫鼠面，还有一个什么？控辣。在地人强烈推荐了控肉饭，虽然已经过了正中午用餐时间，客人还是很多。果然是香喷喷古早味控肉饭，肉质不干柴，外皮入口即化，没有白走一趟。位于八卦山山下的这家彰化木瓜牛奶，招牌木瓜牛奶，新鲜木瓜加上牛奶，浓郁香醇，许多彰化人熟知的味道，传承数代人。老板推荐的梅子可乐，可乐加入烟梅，口感独特，清爽解渴。八卦山山下的限定古迹结孝祠，是台湾县城唯一单座独立的从事结女孝妇的祠堂。旁边的武德殿是日据时代柔道及剑道活动的场所，具有日本皇室神道色彩，环境有如置身于日本异国风情。八卦山大佛可说是彰化市区的精神地标，也是台湾著名景点，除了历史文化意涵，也是重要信仰中心，曾经是东南亚第一大佛，被列为全台八大风景区之一，仿日本镰仓大佛、释迦牟尼佛建造，总体高约23公尺，法像庄严肃穆。后方大佛殿采宫殿式建筑，一楼为大成殿，二楼为恩主殿，三楼为大雄宝殿。大佛殿后方为八卦山天空步道，步道以轻型钢架为主要建筑结构，平缓好走，顺着山势蜿蜒而建，步行于林梢之间，居高临下从空中俯瞰世界街景，视野极佳，吸引许多健身休闲爱好者前来。八卦山上一位宝台和平纪念公园，记述先民先烈们在八卦山上与日军对抗，保卫乡土，牺牲奋战，最后慷慨就义的精神，让世世代代不要忘记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。今天来到彰化市区拜访了寺庙古迹，品尝美味小吃，下午来到八卦山景区漫步天空步道，傍晚时分不可错过八卦山非常著名的夕照和夜景。